凤凰每周新闻由 Cartier 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te Farm 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中国东方航空全新起航，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美国调整军力部署防范朝鲜威胁。晚上好，欢迎收看4月15日的凤凰每周新闻。今晚首先带您来关注，美国白宫15号对朝鲜试图发射弹道导弹发出强烈谴责。虽然报道称弹道发射失败，但美国仍会继续密切监测并评估朝鲜半岛的局势。白宫同时强调，没有国家比中国对朝鲜更具影响力，中美将合作向朝鲜施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15号表示，获悉了朝鲜进行弹道导弹发射失败的报道，美国将会继续与地区盟友还有伙伴国家对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密切观察与评估。白宫同时还强调，美国已经加强了在东北亚地区的导弹防御能力。These are defense capabilities,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at have been shifted to this region of the world in response to this threat. And you know, this includes the deployment of some naval assets to the region, as well as the deployment of some assets to Alaska to ensure that the U.S. homeland remains safe. 虽然美国与韩国官方并没有公开确认朝鲜所测试的导弹型号，但韩国媒体称朝鲜发射的是未经测试过的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新华社第一时间发表英文评论文章，谴责朝鲜此举是炫耀武力的最新动作。对此，白宫表示，乐见国际社会与美国一道坚持朝鲜必须停止挑衅行为。We've been pleased to se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tinue t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insisting that North Korea put an end to these provocative actions and statements.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pply pressure to North Korea. 欧内斯特还表示，早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的通过与执行离不开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外交关系，但目前评估制裁是否有效还为时尚早。他还指出，虽然不清楚制裁是否最终能够改变朝鲜的行为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国家比中国对朝鲜更具有影响力，而美国对朝鲜的关切中方也完全赞同。凤凰卫视王明如、黄卓华盛顿报道。耶鲁大学的全美公立学校教师项目14日晚间在硅谷之都圣何塞举办了年度培训，帮助数十名本地公校的教师探讨了教学育人过程中的疑问。耶鲁大学全美公校教师项目于12年前成立，借此加强公立高中教学，并相继在全美各州建立教师研究所。The key is time to develop your unique curriculum.For your students, the time to do that was valuable because, as most educators understand, time is precious. 当天有教学界专家提供指导意见，伯克利、圣塔克拉拉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教师与公校教师交流。圣何塞联合高中校区总监芬克指出，除了硅谷地区的超高房价和物价造成教师流失外，教学系统也急需完善。Teaching is something that we do not have a system in place that allows for collaboration and does not allow for timely and ongo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our teachers. 由教师现场展示根据本地移民社群集中的特点因材施教的技巧和成果。在本地高中教授数学8年的华裔教师妙义华，则是第一次参加耶鲁的教师培训项目，时间虽短，但也有所收获。他又跟 professor 啊，跟比较高 college level 的这个 scholars 在一起讨论，以及还有其他的老师一起做 collaboration，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实用的东西可以这样子让高中的学生去接触。凤凰卫视刘海平、圣何塞报道。在国际一线时尚精品纷纷进驻的温哥华，量身定制的时装秀正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日前在市中心举办的2016最新春夏时装搭配超跑展就吸引了大批的买家、时尚博主前往。
不用飞去米兰、巴黎。2016春夏时装最新设计，搭配限量版超跑，在一线品牌必争之地的温哥华市中心，吸引了不少时尚爱好者驻足。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Vancouver's been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the world of fashion. We have some great people here, and all it's done is improve the market. None of us are afraid of competition. It just opens it up, and healthy competition is what it's all about.谈起这一季女装的流行趋势，资深买手李姆介绍说，白色必不可少，印花、丝网、3D 打印是各大品牌主推设计，而充满女人味的蕾丝、花瓣单品更是备受消费者钟爱。The bomber jacket is the critical piece for the season. And anything with lace. Anything with lace. Anything with lace. Why is that? It is feminine, it goes into the fall season, and it's timeless.然后今天也有意大利的车子，也有意大利的钢琴，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也有机会看到一些，我这个社区里面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本地钢琴小神童们带来的精彩演奏，更是博得了现场嘉宾的阵阵喝彩。凤凰卫视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好，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感谢回来，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美国亿万富翁帕克日前宣布，出资$2.5亿资助通过免疫疗法来治疗癌症的突破性研究。以科技业起家的帕克是音乐共享软体 Napster 的创始人。帕克癌症免疫疗法研究所将通过与美国6个癌症研究所合作，探讨如何利用人体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病毒。在美国，癌症是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杀手，占所有死亡个案的近25%。帕克研究所将由旧金山加州大学免疫学家布鲁斯通领导，参与合作的还包括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洛杉矶加州大学、斯坦福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微软公司正在对美国政府提出一项法律诉讼。微软表示，在联邦政府机构要求获取私人资料的时候，该公司有权把有关信息透露给用户。美国宪法规定，如果政府搜查和收缴公民的财产，公民有知情权。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提出了5624项获取资料的要求，而其中一半要求伴随着微软必须就这些要求保守秘密的法庭命令。微软在诉讼文件中说，当人们把自己的私人资料从实体储存移送到云端储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美国政府利用计算机的云端储存，扩大了自己进行秘密调查的权利。目前司法部还没有对微软的诉讼发表任何评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香港一名男子在推出女士之夜酒吧消费后，不满男士收费比女士贵，入禀法院，称酒吧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案件于本周三聆讯，男顾客在答辩人缺席下获裁定胜诉。香港酒吧业协会对裁决感到震惊，认为顾客有选择自由，再加上进场前就已经得知收费细节，双方是在接受条款下的交易。香港职业大律师陆伟雄认为，案件是在答辩人缺席的情况下直接裁决，所以法律上没有权威性参考的价值。另外，事件也反映出了市民普遍法律意识不足，低估了法律诉讼的严重性。陆伟雄提醒广大居民，就算微不足道的事件，到了法庭层面就有了新的定义，当事人必须重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另外，在财经方面，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中午是小幅收跌，国际油价下跌拖累能源股走低，市场观望周末举行的主要产油国会议，投资态度审慎。
星期五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美股在周五早市开盘的时候呈现下跌低开，随后呢全天都是震荡走跌。市场主要关注的消息，一方面是公司盈利，另一方面呢是石油价格。石油价格投资人都关注的是在这个周末的杜哈举行的石油相关的会议，一般预期可能不会有明显的结果出台，所以前段时间对石油价格的一个追捧有可能会是过度超买的现象，所以在星期五获利回吐抛压现象是相当的浓厚。那么在能源相关类股在星期五下降程度是1%，而且是纽约商品及交易所五月份的发货合约收盘时下降到$40.36一桶作收。另外，公司盈利消息方面的 Citibank 花旗集团呢是在盘前公布业绩，虽然是盈利和营业额都超出市场预期，但是同比净利润还是出现了明显大幅的下降，主要是在市场交易和债券交易的投资银行方面业务都有所收窄。科技类股呢也是投资人高度关注的一个行业类股，因为在下个星期众多的大型科技蓝筹股将会公布业绩。不过总来说呢，市场还要高度关注的就是接下来全球经济状况、美国的经济状况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货币政策倾向。尽管周五传来中国 GDP 的增长对整体市场的环境有个心态上的提振，但是美国经济状况以及货币政策何去何从还必将是影响美国经济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投资人在星期五观望气氛是相当浓厚。以上是星期五情况，凤凰卫视庞哲纽约报道。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另外，在工商消息方面，位于南加州的北美现代汽车于九日在罗斯密市的正方超市广场前举行了试驾活动。为了让更多华人民众体验感受现代新车的绝佳性能、先进科技配备及舒适的车室空间，现代汽车这次特别推出全新2016 SUV Tucson 车款和新上市的2017 Elantra， 现场吸引众多民众排队等候新车试驾，并向客户人员咨询新车更多配备及性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大家举办的试驾活动呢，在之后会为每一位试驾的消费者准备$20的正方超市的现金购物卡。另外呢，如果有购车意愿的消费者，我们还在这里准备了$500的现金折价券。那么这两台车呢，都是我们经过全新设计改版以后的全新的新车。那么它们都带有如盲点侦测、自动紧急刹车、副路人侦测以及道路偏离警示等先进的安全设备，以及诸如智慧定速巡航、免手动行李舱盖等非常高科技的科技配备。这次试驾活动之后，现代汽车还会在休斯敦、纽约、新泽西、北加州的湾区举办试驾活动，最后回到洛杉矶再次为民众举办试驾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国泰银行第40届慈善高尔夫球锦标赛将于5月11日在南加州工业市 Industry Hill Golf Club 举行。日前呢，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本次活动所筹得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非营利慈善机构。国泰银行副董事长、基金会主席吴平原先生表示，每年举办的慈善高尔夫球锦标赛都是国泰银行引以为傲的盛事。高尔夫球赛的所筹得的善款都用来捐赠给这些非营利机构，让他们能够去做更多的服务社会的，不管在教育、在移民或者在各方面呢，帮助这个比较低收入 income 的人做种种的好事。今年适逢慈善高尔夫球锦标赛40周年，国泰银行宣布得到新世纪宝马汽车经销商大力支持，获得赞助一台 BMW i3 电动车，作为第一位在 IC Course 第五洞一杆进洞的球员的奖品。除此之外，大会也特设多个奖项，亦包括奖金高达$10,000的全场一杆进洞奖。
凤凰卫视雷飞洛杉矶报道。2016年 Edison 学者计划的获奖者将于4月11日至15日陆续获得通知。据了解，本年度将有3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列为 Edison 学者，每人赢得$40,000的奖学金。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的母公司 Edison International 每年将$1,200,000 Edison 学者计划的奖学金给予3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每人$40,000，分4年分发。这些学生希望成为电气、机械、土木、电脑信息系统、环境或环境科学工程师，并且计划在4年制学院或大学全职攻读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拿到奖学金就表示我需要再努力、再专心念书。然后将来就当个有用人，然后帮忙大家。2006年以来， Edison International 已经向服务区域内的520名学生发放了$5,300,000奖学金。Edison International 和 SCE 的企业传播资深副总裁 Jenny Clayton 表示，这些学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他们赢得了这项荣誉。凤凰卫视雷飞洛杉矶报道。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到美国投资、留学、工作的华人日渐增多，购房置业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华人的首要选择。近日 ，Redpoint 地产公司在南加州布瑞亚的分公司开张，为当地华人在美购房提供了新的选择。开张当天，政要名流及地产经纪人云集，加州参议员夏勒伯及加州众议员张玲玲的代表等参加开幕剪彩，并颁发了贺状。168地产公司与 Redpoint 地产公司合作，组建了百人的业务团队，先后在尔湾、Burner Park 及布瑞亚成立地产公司，专注为当地华人购房置业提供服务。Yorba Linda 这个城市就是 Nixon 总统的出生的这个地方，有他的纪念的 Library 在这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区。那在我们的隔壁就是一个山，就是 Chino Hill， 就是 San Bernardino County， 在北边一个 City 就是 Diamond Bar。那我们在这边跟华人地方也很近。对于华人置产，首先考虑的是地理位置，另外周边的商业繁华程度、交通便利性以及社区内是否有资质优良的教育机构，都是值得考量的因素。凤凰卫视英明布瑞亚报道。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以上就是这节新闻，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登录凤凰新闻微信平台，感谢关注。凤凰每周新闻由卡特尔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金城State Farm 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静候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